看看新闻网。一潮范十足的出席时尚活动，除了《天堂秀》和《新妈妈再爱我一次》两部作品之外，近年来陆毅影视作品的产量有明显的下降，有传言称陆毅将效仿好友任泉下海经商，对此他予以了否认。我觉得还是单纯一点做演员吧，没有没有，我还得顾及家庭呢。